打开包装盒，内含底座、刺客温控壶、纸质说明书。通上电源，点击飞机键可开机，再次点击可开始加热。默认温度为92度，波动单位键可切换华氏度或摄氏度。波动保温键可开启保温功能。拿下盖子，向壶内注水，建议400毫升至600毫升。加水时，请勿超过标识的 max 最高水位线和低于 min 最低水位线。旋转飞机旋钮调至设定的温度，调节温度时数字会闪烁。常规模式下，可调温度范围为40到100度；保温模式下，可调温度范围为40到95度。设定好温度后，单击飞机键确定，开始加热至设定温度。常规模式下，到达温度后停止加热并进入待机模式，时间约5分钟，水温会自然冷却。保温模式下，到达温度后仍然保持目标温度，保温时间约30分钟。取下上壶，不影响设定的温度。再次放上上壶，会继续加热至目标温度。加热过程中取下上壶时，待机大于300秒后自动关机。使用完后，长按飞机键也可关机。你学会了吗？